我们今天要来打新角，因为今天的克兰西抢先玩推出了，今天待会我来把它打到900或1000倍吧，看时间，看一下奖励有什么吧。2200 80宝石 4200， 然后加上2200的能量点数，普通啦还可以，花670块拿到将近8000多块的东西。欸，聊天室有没有玩过那个叫什么蛋仔派对啊？我这几天因为直播香肠派对的关系，然后有推一些之前有在玩蛋仔派对的实况组给我，就是 RY 啊，他们直播好多人欸，像那个游戏直播超级多人，是怎么回事？欸，是这个吗？萝卜也不是，都踢掉。好，踢。CR 斜烫捧，好 ，OK。职业队队友两个职业选手，好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出发。谢谢。哇，好痛哦！哇，好痛哦！你这上哎、欸，你学中文啦？哇 ，Mukuru 的中文很好哎、欸，而且还是打繁体的，不愧是每个月都跑去香港的 Mukuru。主播可以变克兰西本人吗？还是下个月如果转播，我们这边直接扮成一只克兰西，找马克飞，那他一定敢扮，搞不好还会边扮边跳啾啾啾。那对面这个背景是怎样？对面怎么一点像电脑啊 ？What the fuck？ 他怎么还有武装配件？我要来试一下这只有，因为这只会晕冷，所以我其实可以试一下把球踢给对手，然后开配件晕他，能不能抢到那颗球？我刚有试了一下，可是我不太确定能不能。这边有大师哎、欸，压力好大哦！哦，我都忘记开配件会回子弹了。哇，这个配件很好用哎、欸！有没想说回子弹可能效益还好？就其实蛮差蛮多的。不理我，看你鬼嘞！他在给我逼人回来啊！不会进啦！来了！哇哈！我把两秒了。现在在 YT 上看到荒野的广告，还是查克的，太旧了吧？哎，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鹿版的荒野官方啊，它上面还是麦西呢。
主播，我刚刚帮你问天才喜不喜欢你，他说很爱。妈，真假的啦？天才爱我。马吉嘎，天才 ，I love you too。天才，我们去 Mary。有可能是我抖了100块的原因。没关系啦，这种爱也是爱哦。主播，我也是认同那种在法拉利里面哭泣啊。真的很痛哎、欸！看我如果带二星，我如果杀掉一个人，又或是用大招击杀，马上可以打第二个人，因为这样的效益还不错。弹道可以瞬间回满，直接吃了仙豆，我就是输。他好配件了，小心。哇，妈妈妈，这个手球好哎、欸！Perfect timing， 有点早，不过应该还行。果然是可以的。OK 的 ，Last game，Last game，Last game， 近战哦，有啦，对、欸，彩虹小马还没满等，好了啦，聊天室准备睡觉咯，大家明天台风假好好休息啦。啊？我的 Last game。我的 last game 怎么是三个在挂网的？还是脚本挂网？哇，久一点也不没效果。我打了4个小时，被这三个挂网的毁于一旦，我没了。这影片怎么剪？好耶！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其实真的蛮，这是蛮强的了。